欢迎来到许宏数学，数学有用。今天要看澳洲演习这道题。好，圆上呢要怎样选才能够保证构成矩形的四个顶点？好，那其实先观察一下矩形。好，如果你把对角线连起来，这个对角线呢都会构成这个直径。好，那这18个点呢总共有9组直径。好，那我要怎样选才能够呢满足上呢这些点刚好可以构出两条直径。好，其实我只要选出11个点。好，这个就是鸽笼原理。从什么，今天如果有9个笼子，然后呢放入11个鸽子。好，每个鸽子呢顶多只能放2个。所以呢我就可以保证什么，有2个笼子里面呢有2只鸽子。好，这至少有2个，当然也有可能更多。所以这边要问，至少要选几个点才会有2个直径？那所以答案就是9加2就是11。好，所以这就是一个鸽笼原理的简单活用。